今天也许你受了不少的苦，但今天你还什么都不明白，对生命的事一窍不通，虽受刑罚审判，但却没有一点变化，里面没得着生命。那是来检验工程，你要经历犹如火一样的试炼，经历更大的患难，这样的火领导你全人都化成灰了。你没有生命，没有一点精进的成分，仍是老旧的败坏心情，做衬托都不是好衬托物，能不淘汰你吗？工作还能使用一个一文钱不值的没生命之人吗？到那时你们的日子比诺亚的日子、索多玛的日子还难过呢，你再祷告也不行了。拯救的工作结束的时候，你还能回过头来重新回过吗？拯救工作全做完了，不再做拯救的工作，而是开始做惩罚恶人的工作了。你抵挡你背手中心的对象吗？你抵挡你背逆，你明知不凡，不都是手中心的对象吗？今天明告诉你，你若不听，以后再难领导你，那是你才懊悔才相信，不是太晚了吗？今天神不纪念你以前的过犯，一次一次地饶恕你，不看你的消极面，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，只看你积极的一方面。因为现在说话做工都是为了拯救你，对你并无恶意，而你却不进入，不是好歹，不是抬举，这样的人不是装。